他突然蹦出一些奇怪的声音。你我觉得你现在还是不要直播好了。可是我已经开始了，我已经在直串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已经在直串了。他已经疯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没有。好，今天就是主要打下入帝王了。天师，你光傻小，天师你光傻小朋友，天师。等等，毛姐，我觉得你不要再乱，等你乱一乱，他又出来，冒出一句。他等下说奇包毛。天师你也装傻小，天师你也装傻小，天师你。哎、欸，你刚才到底在干嘛？我完全都不知道你在干嘛，然后声音一直爆出来，然后就是一直游来游去，然后怎么跑来跑去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在看的什么？在看一些很好笑的东西。你在看那个闹一波吗？不是别的，很好笑的一片。可是我觉得没有你好笑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师本身就是个笑话。你认为他哪里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吗？你不觉得他被人家说你冲这小，然后冲了那么多次，然后他还是在那边洗包，不知道干嘛？洗包？而且很多人问我说洗包是什么意思，然后说洗包就是洗包，问你想要知道什么意思？洗包最早源自于。三百度，我记得三百度，对。不是吧？是哦，是三百度。是哦，当时我们那个聊天群，当时我们那个聊天群出来的东西，你有没有在里面？哦，是哦。我也没有在里面，我曾经好像有问过陈家佑什么是洗包，然后说洗包是洗包，然后我就直接就问人家洗包是洗包，不然你知道什么意思？哦，不会吧，玩后起脚、啊、我记得好像天师有跟我解释过一次，可是我又忘了。反正以后人家问我说洗包什么意思，我就说洗包就是洗包，问你想要知道什么意思。不然你想要干嘛？想要娃娃音。很吵哎、欸。我又没有说什么意思，你为什么要讲得非常的无奈 and 生气？我没有说谁有丢娃娃音而已，干嘛讲的好像我在针对你一样？啊！不要吵我！天师哥快起脚了。他现在受不了娃娃音。啊！刚刚醒啊！哎呀，他醒了。A demonstration of superior judgment.啊！我要拼我剩的实力了。哎，天师哥，我胜场几率高达60%哎。他人跑下去了。哦，好吧。我胜可是，在积分场里面所有角色胜率最高的。哦，又是艾斯。哎，心急的又来一个后起脚。啊，所以毛毛姐，啊，你索拉的心，你的阿拉的心得练好了没？什么心得？索拉卡的心得。
不是索拉卡心得，是我的实习心得。你QQ 了，所以你这礼拜就要交了。对呀、啊，是这礼拜还是下礼拜？下礼拜啊。那你为什么说这礼拜？这礼拜今天就是今天要交嘞、欸。就是我今天要写完，然后放在我的包包里面。明，哦，你们明天开学？没有啊，我上礼拜四就开洗耶。上礼拜四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还那么闲？我很闲吗？因为我就现在目前只要礼拜四去学校就好了。为什么？礼拜四跟礼拜二而已啊。哦，所以你一三五都很爽。算是吧，因为我一三我不一定要去啊，我礼拜一是完全没有课，然后三五是有时候要去上课。啊，我忘记静停我了 ，fuck 啊！安静听我 ，and Judy。哎、欸，我下礼拜，我明天才开学。真好。啊，明天要开学，我还开直播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哇，被禁掉的角色还真多、啊。压缩臂边角，这只需要臂边吗？梦的，还是我要玩石头列车？可是石头列车我还没练熟。石头列车一撞，150到手。为你弹小棒的野曲 ，get 了。为你弹着小棒的野曲 ，demonstration of superior judgment。OK， 今天要像昨天一样，打出非常符合我下入帝王的成绩。之前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我胜不买造型？因为我懒得去买，就这么简单。不是懒得去买，我是觉得胜的造型说真的很好看。我是这个跟这个，其他我都觉得。没什么太好看。专机的啊，扎克打野那我玩，然后再来孟德上路中，哎，一二三四四个坦克玩四坦，要靠 JG 哦，要不然要靠 AD 嘛。AD 站着喷就好，喷完 A 全部坦克死光光。虚弱，扎克上路打野 ，support， 蒙多 support 哦，烦了，麻烦了。哦，两只传奇耶，连脚都拿出来了。侏罗纪，哎，这有侏罗纪。战国
母鸡。哦，说到这个，我又想到那个战国巴沙拉石田三成、德川家康，还有真田信村、元妃佐助，以及我个人的最爱风魔小太阳。我记得巴沙拉里面小太阳是没有声音的啊，在战国无双里面小太阳的声音我记得是那个我爱的呀，混沌你卡谁，我是混沌的，我应该是这样吧。不管是哪样，我都很喜欢两边的小太阳，都非常的帅气。所以我在那一款战国的影响当中，所以我就把这只忍者练得最强。圣人，你的这个手势很难玩。睡魔多到底是艾克萨坡，我有看过，那会玩是很可怕。可是好运只带虚弱，就是代表 AD 要弥补蒙多，蒙多要弥补 AD 虚弱的地方。From the shadows. Welcome to Summoner's Rift. Call AD 那个非常可怕的三七。他应该上路了。好了，不要算了。圣专七必须默默静静的，因为积分场不能输。哇靠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是靠百分比伤害的，所以说就是看你啊，看你有多少个百分比可以给我打。靠呀 ，AD 很危险。还好中，哇靠！想干嘛？哇！
可怕的攻击。可是好运姐有那么痛？他们交资源，可是有这句过来了。我们上路先去。完了，我要完全跪了。哎呦，防御塔保护，然后我又在扛兵，超痛！这怎么？草蒙都超准的。带药水，他给我带那个。然后好运姐打又会超痛，超级怕。嗯，就是这样。靠隔膜血是直接用喷的，太可怕了吧！哇，好运姐要被我杀死了，开玩笑的吧？好运姐，好运姐要被我杀了，太夸张，我太可怕了。我靠，我要。好运姐太痛了啦，这什么鸟伤害？我坦克，我血是用喷的。靠！我被反了。有人让我下入帝王是吧？就让你货真价实的看看什么叫做真下入帝王的实力。AD 了吧，就Press on。我刚才瞬间是直接喷死，被喷死。
两个专七的，虽然中路是专七的。玩的好运有大。好运有大。完全用喷的欸，哇扯了，开鬼步是吧？等一下，好运姐，为什么好运姐是这么的痛？专七哇，他们对面也拿出超级猛甲。靠，没混到一个助攻。闪超费，闪中目标可惜。梦走。没想到我可以自己换掉好运子，可是人超多啊！为了换我，连传送都带来不是我的刀，随便啊。你的晕眩呢？算了，闭嘴，闭嘴。有机会就抓了。靠！我直接被晕眩，我就死了，而且还有把金。
要是我会顺好运姐瞬间开大。钱差太多了，到底是谁？雷文死，还有我跟。怎么会差距那么大？对面面角拿出来，我也把面角拿出来。怎么还会有这种局？到底艾克巴科是哪一个？一颗我撤了撤了撤了，我已经在传大宝你们那个我无解了。好痛，第一次削弱帝王被打成，被玩成这样。到底问题出在哪？出在下路吗？我靠！靠，还有我一个反潮，靠塔打，快回家。那我先去帮我加一点。拎你啊！你再玩我家 AD 啊！再玩我家 AD 啊！再玩我家 AD 啊！靠了！一直玩我们家 AD 是怎样？
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一直在玩我家 AD。你是没被，你们是没被肾玩死是不是？老子就玩死肾，把你们玩死。对面魔法攻击，靠，你怎么还死？我传你，靠，对面全都专七哦，开玩开什么玩笑，出了这一只没有。连对面都拿出专门脚，那也是全部欸。一个专七就算了，连那一只也专七。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商务塔。我先扎起必要的事。靠，还可以一个反熬，我被炸死。对面一堆门脚全都拿出来，连扎克都专吃。完了，出去碰。你自己去打他，我要先拆掉。太独立
靠，我这我被晕去了呢，哪来的晕去了？他的那个专，雷文的专辑，我是借此发誓。所以有些人专辑不能信。那样还收不到的话，我就只能说，我们队友真的是动了脚了。如果我们集中单一突破是可以，可是问题出在。对面如果团结，我们团结单一把各把一个突破或处置可以。这样够了，没有所谓的控制。问题是在好运气，好运气来了。靠，这样就能突发了。好吧，我自己独自审查。太夸张了，我们到底是输在哪里？资源吗？到底输在哪里？输在全都死在艾克身上。
到底是说在哪里？啊、这是真的，我都有证据，我可以把它拿出来。难道是以前的事吗？我很久没玩了。你很久没玩，可是你就跟火鸡在一起，两个人想办法在把妹。火鸡都单身，你还不把介绍了妹，然后你还一直在那边亏人家妹。啊，亏什么？亏什么？亏什么？可以啊，你问那个对吧？东西没有好。你亏什么？我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，可以说说看。你问一下那个啊，问一下火鸡。火鸡最了解了，走，不说了。喂，火鸡现在都不敢讲话。你看，树懒那边塞外透视，他女朋友都知道。啊？啊？我还怎么了吗？树懒不是都在亏妹吗？亏。你老王高还是高王高高？对不对喽？上高王高高。他之前都满在冷冻亏了不知道多少妹了。哦，交女朋友是吗？都也不介绍一个妹子给我。为什么要介绍给你？可以当知心啊之类的。你确定吗？啊！我被踢死了！操！哦，打个连三四，好你打野啊！不是，我怎么会只打连三四啊？操！哟。你好是鸡巴嘞，塞鸟为什么是首选啊？干那龙龟不能出来啊！我今天玩飞狮啊，天狮哥你该不会再打积分？废话，天狮没有我你打的，就被啊！你刚不在打火鸡啦，我就来了。阿春，你跟火鸡牌啊？打开火鸡可以砍了你啊！还好，没有，我是刚忙完了。我左脚啊！我来看你们玩啊！火鸡这几连胜啊！哇！啊，这样子太猛了！突然这边变近呢，沙小，哎呀，沙小！哎，石火鸡，你是不是删我好友啊？没有啊！来，试试剪头！我要删好友，第一个一定是删树懒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啊？你开本尊了？你用点上线的？哪啥？他不肯开本尊来跟我打。哦、你知道吗？我本尊已经不能跟天师牌了，想打到白金我就不打了，现在开这里的。啊，我是啊，看你多人啊。啊，你是跟你同学牌哦？我是有啊。哦。啊，他很强哦，一个钻二，一个钻五，一个白金山。干你的嘞，你每次都可以的。打！他到底妈的选角怎样啊？干你老师哎、欸！怎样，天师哥你又怎么了？人家变圈圈。不是啊，刚刚你选吧，我排很久，选角排，然后哥跳掉，然后排很久，天师跳掉。你军团不是应该要给飞的吗？好、哦。他说不会用。啊，狗飞就不讲话哈、哦，哎、欸，狗飞哦，这边狗。哎呀，你不要叫狗飞，你要生气。狗飞哦，你都不讲话。他挂离开啊。真的是狗哎、欸，狗飞。哎、欸，不要乱讲，等一下我被他骂。阿哥，你就自己北西啊嘛，你自己把狗飞这个昵称讲出来，然后还让他们学这个昵称。干，我是首选呐、啊！操，我都没有叫你狗丝呢，人家在说狗丝。狗丝哎、欸，我还头丝哎、欸，头狗丝，我还雄狮呢。我还猫丝，我叫你雄狮比较实在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叫你雄狮好了，不然叫你辣。哎、欸，叫你水彩也可以。跟你讲，我不会理你，白猫。是吗？鸡排，雄狮。欸、你不理我最好，因为你就去买安心。那个谁，树懒的朋友刚好是上路了。哎、欸，没有他只会打上路，可能下路。现在这样的话不用换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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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为何？我不知道，冠年，你觉得你还上得去吗？就想办法打上去。不怕摔下来吗？别说我们这种连金牌都还没到过的人，准备还是去洗一睡吧。啊！干你娘！首选，守你妈啦！我嘞，那还……我现在也在打积分嘞。输了，我胜，他带我上分，我没有包包啊，啊，你就不要丢我。哎，还是天师哥，你们那一场打完可以等我。你二排积分，确定你要四五排？四排？四批？你们几批？三个人了呢，你再过来。我好想要跟香借账号玩哦。你要帮他爬分哦。我好想要爬看同事哦。别说我之前玩过红山账号，干都智障哎、欸、干，然后那种你就可以 carry 啊，怎么样啊？可以从上路，你在同排上，对面你就要能够 carry 啊。对面上路二塔一路追到八龙区，都已经可以拆主堡，一路追人追到八龙区，然后再追到中路啊！我他妈一个人挡三个人那边狂拆主堡，他们都在那边追。天师哥，怎样？我饭袋。建议连结是对的吗？他有问题了。别说啦，我记得我有一场积分下路爆炸，对面的技带什么？带时光是吧？时光之力啊！我觉得带什么不重要，会不会玩的重要。而且我还看到对面 Gay 伦也带时光建议连结，时光之力啊！看我心好痛啊！耶，有结。我刚才那一场输了，输得好惨。怎么样？怎么好？输得很惨。输得很惨，下路屏风啊，哎，一个中路来就死了。我胜，我可以自己去单挑那个对面 AD， 我还单挑的赢。前期我还单挑的赢，后期他拿到超多尾头了，我就打不赢了。反正不会打会战啊。干！为什么这种时候才给我存 AD 阵容啊？妈的，真是讨厌这种东西。每次都首选中路，然后我只要选龙辉，对面接下来选全部选角全部都魔攻。妈鸡掰！吸血鬼在时光之翼。正常，浓到中期比较偏坦型，偏杀人型的会带那个风暴浪。哇，有些人是比较少带那个迷惑的，还没死。我先去看比赛，拜拜。靠，雷文跑来这里。哪里？没有，我们雷文跑到对面这区，自己单杀了。等一下，艾希在干嘛？还在帮江狗打野？哇塞，盖伦虐！
白天使，我这个为什么不能按？靠！我们雷文被虐爆哎、欸，这什么概念？我们 AD 在终极耶，超强的。屁啊！雷轰那转两杀是安整的状况。火鸡飘来了，哎呦，这个拉克斯，天使哥，你能相信一个傻炮拿到三颗头吗？天使是不是凯瑞啊？啊，对啊，凯瑞啊，你刚刚没办法踩，原因是因为那个是我队的。好比说现在赵信踩的这个，然后吃完红 buff， 然后信息来的时候，我这边影响他吃野有没有？啊，对面他等一下可能会吃蓝嘛？没有啊，这样的话我刚交在中路的船就停得了。我被盖伦瞄准欸，雷欧大拿三根头就被盖伦瞄准了。太好笑了吧！我要买一下对面的氧气啊！没吃野，不是吧？东宵，那赵信到底在干嘛？哎呀，头要被他中走，干死！哎，别过去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不被救援。干死！现在被 king， 现在被反野，爸。
是被反野，反野失败啊，竟然直接插眼中掉啊，害我没中击好啊，还有小只有吃到啊。这个人并没有打不赢，包括野怪中击效果只有一个人中击，还有包括每个拜托一开始那个 U 级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呢，连攻击他会中击，他每个人对都先来中击一下就好了，对线的时候每个人被打到都还会中，我靠多爽啊，他别人打你会中毒哎。他如果你有嘲讽技能，强制中毒啊！上路看能不能归一点。其实你现在吃兵是赢他的。我金凯瑞啊！我已经干杀那个杰两次了，不说了。他的闪现好像都不好。耶 ，OP。我不会再掠夺对面的。对面的资源啊，你要蓝吗 ？Blue one blue。Yes yes。小智留给我，我要经验。Hello。好吧，我知道你要杀人，靠腰靠腰靠，到底好了没？我觉得他快要被我毒死了。藏太久。Ever vigilant。哇，小心啊！这个杀法，这个急杀。他是北齐耶，我还有蛋呢，他敢跟我拼？放个人在中，白金实力不是假的、啊，不说啦。难怪你会选有保险的冰鸟，还有蛋啊，蛋还有蛋可以跟你拼啊。对面赵信到底在干嘛？农也农的比我慢啊！我怎么上路小心啊！退哦退哦，三角三角！哎，狗飞耶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不然要理你吗？我来来来来野区来野区！传说中的狗飞是你。欸、你干嘛？天使你干嘛？该！我怎么还有第三次？操你妈！没关系，你可以拿300块，免费的。他跑来支援呢、啊。他有没有开大？他有没有？他重点他有没有开？他没有开大，他没有开大。他没有开大，他直接过来。基爷，你300啊？对啊。哦，我又被盖伦秒了。啊啊！你是夺退，为什么会被盖伦秒？我下路杀炮，我雷欧娜拿5颗头啊！啊啊啊！人家打真伤，半秒你，半秒谁？哦哦哦！下路两只来找你耶，
我去中路，我去中路，我在下路。我加 AD 只有两颗头跟五颗助攻，不好对不起他。啊，反正头能拿就拿啊，啊，不要隐藏就好。不是重点是我不解为什么我抢的。打很多打炮脚，血量很高啊，又不是布朗姆，布朗姆都可以拿到头，你觉得？那不然怎么打打炮？就是前期击伤高啊，有伤害啊，还有控制啊，一般就是保护 AD 的、啊。哦，又是。我十五秒啊，十五秒啊。插眼，对，插眼。有晕吗？哦，这个瞬移交二，瞬移交二，喷，抓到了。哎，拉到我这，拉到我这，闪啦，闪啦，闪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闪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。我吃掉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帮我把这波兵弄掉，我没蓝了。OK。他耽误机了，回家小心猴子出啊！时光已逝，快点没有机了。我想抛车，没蓝。好了好了，你可以推掉，你可以推掉。直接推进去吗？对。火力一击完那行那一，还是支配好听。这那头水了。啊！你要玩了，真的啊，这铜牌场你要玩了。天师，你要问一个钻石的凯瑞迪。假的。我还没有看，我还很少看到钻石。好啊，我想看一下。因为他现在在我旁边，他说他想要帮我玩。可以啊，反正你已经你已经成长很好了，连我们上路都成长很好啊，不解释啊。Someone can help me， 这个招新打不过我。可是我怕他后面有被，后面有，他要怎么杀不死啊？烦死了，杀不死哎、欸！还好他没有后援，不然我觉得被他搞死。天哪、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一个赵信顶不过我啊？一个赵信敢跟三个头打？拿来，拿来。Blue。一秒。姐应该回家了，她三铁。冰鸟有出普攻触发吗？没有。这是技能之类的，要不是那个普攻触发，被动之类的。我可以上去帮哦。哎，看到拉河道，拉河道，你应该可以打赢，应该可以打赢。再接一下，再接一下。还有，你有拿掉，不然我会抢到。看他要不要把兵推掉，可是你有扛被他顶。啊，我按到闪现了吗？对，你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补过来，他可能会被，他可能会把你换掉。我保证还有一根针眼呢、啊，针手。现在他也没有经验。怎么样？下路打爆来中路就对了。中路是中路被打，快呀快呀快呀！我拿到头了，快呀！我没有晕住，摔了。
歪啦，换那个龙我快要顶掉塔了，是吧？哎，富士塔被拿掉了。小兵拿的。杰被我屌虐，杀下！体验凯瑞了。帮我解哦，帮我解送塔哦，杀人哦！哇，那个。或许一开始不应该那么凶，不然的话那个 AD 就不会。哇靠，火人都下来下路，好笑啦 ！AD 暴击又变我责任了，是吧？他也有责任啊，他自己要暴击。看来这场各路顺风哎、欸，对面有治愈还打不赢，天哪！我到底眼睛看了什么？我眼睛也当中啊！我眼睛业障重啊，还是因为他们的功劳、啊？那个杰还可以被我快要被我单杀哎、欸，他伤害完全输我。等一下拿来。来了，秒住！哎、欸，别有悟空了。你谁可以帮我打一下？那个不用吃啊，你去上路带兵啊。那个这个好用啊，真心好用啊。算了，应该直接结束这场。加入也可以啊，加入。六颗头的雷欧娜会不会有点夸张？六颗。我捡到六颗一石五助攻，然后我们 AD 则是六颗两石八助攻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傻炮？有一个坦也不错。我有几个人来找我，下路一个暴击中，下路两个。猴子来找我了。
爸，我卡他猴子啊，不解释啊，这到底多烂啊？天啊，我看了什么？哦，我去了，我再血量低就不要再玩下去了。哎呀呀，我是要救一下人。刚才都不用。小心啊！啊，我被吓到了。AD， 他后面一定有 AD， 大可神。如果你不想死的话，感觉他们伤害应该也不够。我来救你啊！来救你啊！来来来，河蟹河蟹。好吧，你成功逃脱了。对对对对对。看对面是不是要饿死？这边还不饿死哎、欸！不让他回家有没有？黄概念。我可以打他，就是啊，他要逃走。啊！开塔，开塔！我们玩过头了，该开一下塔，点一下就掉了东西。救一下蛋，救一下蛋，救一下蛋！别蹲，别蹲，蹲蹲蹲！哎呀，我们玩过头了。我们这个玩过头了。够了，这场这场再输，我真的叫你爸爸。啊！那就一波倒啊！我们还要玩吗？一波给他倒啊！看你打人这样，看我刚刚被摄影机勾住我打了，早知道不要杀那个东西了。没有，好吧，我们 AD 在这种还不错，可以他可以单吃我。中路一波倒了吧？中路这个塔要掉啊！再捡一下东西。看我们已经，我们已经在玩对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基本上不会出三速血啊，就是在玩对面。基本上应该出那个魔伤吧。为什么这一战还输？一哦，一打还没来，难过会输。哎呀，没人陪我猜一下。哎，他全部人都在挡我，是吧？难道你下路总统猜那么好？结束这场啊！我现在在浪费时间啊，猜名字啊！走走走，打！应该先切脆，欸、全部人都去打你了。先切脆皮哦，先选脆皮切哦。我要猜完这、啊。坚持快点 ，BD！ 啊 ，BD 什么？我在干扰他们，赶快拆，赶快拆，能拆尽量拆、哎。我不是 AD， 脚拆这个很慢的、啊。好了，对了对对。我冒点神。我撤了，我撤了，我撤了。啊，队友。我这已经算是全攻击歇了，很久没有这样了。全攻击斗士歇。他放羊。
不敢推。我看到这个炮娘有史以来最小的，这一场应该稳啊，要投降。不服输吧？我有过不服输啊，原本就是不会赢的东西。没有，其实只要把这个塔拆完就结束了。只是没有人要陪我拆啊，我一个人在那边扛塔，没人要陪我拆啊。哇，火人这么痛，抓到吗？看这 BD 好狂哦，你看这到底多低端啊，为什么直接交闪拆珠宝啊？真是别再玩一下。瞬间秒死欸，我跑回去了。不要欺负新手啊！真的，你看，欸，对面一个程度，我不知道比 NG 场还要烂欸，我天啊，快去看什么欸，是 Minus 啊，但是全部也是假的，太假了，我快看，我好想看，我眼睛变上重。我可能要回银是83分，好吧，我觉得我 BO 这次还是会GG。好啦，好吧，我先不要学习，休息。啊，我先休息啊，我要来追狗飞了。我捶他，没有，刚刚哈拉啦，狗飞不讲话太无聊啦，我超想狗飞的。为什么要叫他狗飞？我也不知道，大家都这么叫，我就跟着叫。你怎么可以这样的？哎，你们不打了？明明大家只有一个人而已，在那边。真的？我要进去装。是好事啊，明明只有一个人。是不打啦？我可以去打。没有啊，大家可以继续打。那就打、啊，可是他们好像打 NG 欸，你们要打 NG 吗？我是比较想要跑跑阿 K 啊，可是我是要带飞打。那我先跟别人打积分啊。带飞打打。你在打积分，所以你就开始打了。因为带就开始要带别人啊。没 AD 就没希望，为什么不要说没有 support 就没希望？完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 jungle 跟中路是算是这一场
在这个在整场的中的头脑啊，核心啊，核心在你。因为中国可以影响三路，中路可以影响上下。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我是可以啊，可是我先去装个水，不然太热。狗飞不讲话真的超无聊耶、欸、狗飞哦狗飞Car Ride我跟你说，这都那个猫教我的，不要怪我。什么？你自己那么爱叫的，没怪我。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，我只知道。垃圾呀，超厉害的。等他生气，我就转算账。我跟你讲。他不会生气啊，他会因为这种小事生气，不可能。会啊，他只会对你这样。会吗？哪可能啊？哪不可能啊？等他生气，我跟你讲。他生气，我就把他当国中照片，国中时候的照片给他传给你了。那你就传给我就好了。国中时候小光头照片。哎、欸，天使不是韩服不是 low 韩服不是有一个有牛装的那个是谁啊？啊，他你是说一大师哦？我不知道、啊，就是穿牛装的那一个啊。好吧，对啊，对他。那个是谁啊？我忘记他是谁，太酷了。哦，赢了，总算赢了。Brittany， 天使哥，你们打完了吗？不是最强，可是他还蛮帅的哎，我忘记他是谁。你在说我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呢？对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呢？胆小啊！别人说我就不嘴啦，你说我一定要给你嘴个两句啊！牛中那个到底是哪个帅哥啦？我忘记了。我知道他是你。拜托，不要一直叫我啊！哦、你这很不要脸、欸，有走开啦！哪里不要脸？你要说清楚。不然我要跟女老婆讲。我有他老婆电话。好。哎，天使哥，先不要排，先取消。干嘛？加我进去。你要忘记了有一个妹很啊，不是一个妹，是一个男的。可以啊。你们觉得 OK 就好啊，我是觉得。不太妥，这还要去找记录，很麻烦。我之前有看过。等我一下，我的邀请界面宕机啊！不要压到毛毛姐就好了。哎呀，可以压到毛毛姐是最可怕的。哎、欸，跟我讲成这样，讲的好像我很雷，虽然本来就很雷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感觉雷吗？我是说阿 K 呢。宕机啊！阿 K 是什么？积分。我画面宕机了，大小。你看。哎、欸，可是，如果积分一下去，不就是铜牌了吗？不是啊，你前十场没有十连败的话，你都可以到银牌哦。啊，十连败就可以到银牌？我说没有十连败的情况，我听错了。我重开一下，告诉你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快点啊！我找那个帅哥，帮我找。你要找哪个帅哥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
韩服有一个那个穿牛牛装的直播的那个实况，那不是韩服好吗？不，他是哪一服？他也会玩韩服。他是美国人，他在各服玩，然后他已经是就是乳牛一啊，乳牛一大神啊，他来台湾学什么？学骂脏话、啊？是啊、哦。他来台湾台服学到的是骂脏话、啊，他讲什么？对，北七，我就是北七。然后他对我讲什么？干你妈！不是，哎、欸，说到这件事，我就想到那个超那个台湾 number one， 然后台湾 number one 的那个。不是他、啊，那个两码子事。我是说，这样会让我想到台湾 number one， 他在玩 H1N1 的时候。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那是 H1N1 哦，你可以邀我进去，可以邀我进去。哦，你电脑问题很多哎、欸。你干嘛、啊？才一次而已，什么问题很多，我怎么知道要个安安就变这样？我眼睛也这样中没？安你哪个不中？在找那个乳牛一大神的影片、啊。我找到了，我只是要问他的英文而已啦。啊，我也不太知道啊，你先去查。就那个。上网查乳牛一大神，知道、啊？就那个啊。牛一大神。靠！不要说，刚好在讲脏脏话。我不意外，你常常不会，你常常听到。是吧？我这么温柔，怎么可能会讲这种脏话呢？这是我。可是刚才的直播记录，要不要我把直播记录剪出来给你听？我有很多脏话吗？我可以把直播记录拿出来。我跟你讲，那你们听到都是我分身在讲脏话，那又不是我在讲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耳朵也脏重吗？是。我还小号哎、欸，分身。嗯、卡瑟，对，卡瑟，对。啊，原来是我们耳朵也脏重。哦，对，这主角狗飞不讲话，真的是有个无聊的。哎呀，我的东西掉。你敢信？我们这边有人在打，我们这边有人在打韩服吗？哎、欸，说到韩服，我想跟那个，我知道，我旁边斜的后面就在打，就在打韩服，我可以拍照给你看。不用了，我猜得出啊。真的，他就在玩韩服啊，不腐烂啊。怎么这么久？这个人跑还不好跑啊！刚说完就有了，赚到转角捡到钱。很多事情啊，要自己想，要自己说出来。宋侯，他是谁？我觉得屁孩。我们都不要理他，我们都不要理他，拜托不要理他。要理谁？我觉得说我们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觉得还在靠腰哎，真的。啥？他送啊！我们要想办法凯瑞哦，操！那两个巴掌拍得响吗？两嘴，你们都不要讲话，都不要讲话，都不要讲，完全不要理他，一视无睹啊！然后呢，选那个DK凯瑞的，安安，你拿你的马扎出来。所以你们到底是怎样？不然你拿证出来也可以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马上比较。千万不要按哦！千万不要看到不要按。哇！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拿证比较好照顾自己，还是拿那个马扎比较照顾自己？因为应该是一个就对大陆两人，而且对面还很黑。应该是胜。那你就等一下就选正好了，那他应该是走各路送各路的，所以我要带虚弱吗？带虚弱好了吧，还是带虚弱？带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对面有刺客，对面有刺客的话就带虚弱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哎、啊
那我带治愈好了。或许这一场需要那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丫丫没有来？阿西来聊聊。不要先选角啊！不要先选你们要的角啊！我怕上路的张博被选走啊。所以我到底要怎么办？选你可以自理的角，好比如说马扎或是圣，然后对面有刺客在带虚弱。Demonstration of superior judgment. 现在整场都很紧张，就是了。我真的觉得那个火鸡那边就要起那个钻石塔了，我觉得凯瑞不起了。现在整场大家都是很，你们不跳吗？我不想跳啊。那你确定就当时这样输更多了呀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慢慢扎好了。他应该不知道我还在直播吧？这能经典屁孩、欸，你那个影片会录下来吗？直接投直接寄给那个橘色。所以呢，该怎么办？等到最后三十秒再看看情况。所以我现在怎么办？还要带虚弱吗？对面有刺客，而且是两个，带个虚弱吧。不然你要走资源流也是可以的。可是我觉得刺客假如说哪一个赔了会有问题。可是我带，我真的觉得可能要请钻石的奇人来 carry 了。哎、欸，他的话可以复制起来啊！妈的，这个不检举不行啊！这个、不检举不行啊！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跳哎、欸，更多就是更多了、啊，不然谁跳？那你是谁要跳？跳只会扣三分哦，兄弟。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扣二十分哦？跳只扣三分哦。我反正我觉得我 BO 已经打好几次了，我觉得来一场队友有送头也不错。啊？好大吗？哎、欸，不对啊、哦。天之更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场？哪一场？有一场，奎恩一直送到我们，我们会输哎、欸。真的不跳吗？真的不跳？不跳，拼了！我没差、啊，我 BO 打那么多次了，上去又下来，上去又下来。我有差、啊，有差这场吗？干，好吗？没有，他带正常啦，他带正常的啦。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打正常的啊？他打正常的吗？我刚才喊，我刚才说一声，我还在直播，他也只回一个嗯。如果我一开始就跟他吵嘴，跟你讲，他绝对那个的。带死握的钢普、欸，好像也是可以。可是当钢普还是带雷神最强。你那个大下来的雷神才有资源效益啊。没办法。哇！我已经给很直接秒 AD 了。然后弹出任何伤害了。我说彼岸比较强。哎、欸，可是重点是下路在于我。你切到那个破绽是关键啊！有没有补血台就靠你了。我看你那只就一直 QQQ 就好了。那岂不是我要出冷却？没有，我觉得你要出团。就踩中标，哎，没有，你先看一下钢普到底出什么，决定要不要出傻炮装，不然你直接。哎、欸，我很怀念你，娃娃音哎。可是至少最基本的眼药出吧。我觉得也很开心。眼药，我们绝对会逆风。如果他真的要送头的话，回家了好几天没有碰龙。是因为你娃娃音那天之后你就受伤，然后就再也不开喽了，知道吗？内心受伤，内伤。那你如果再叫你学一次，然后你就会开始又要三天不上线。少来了，你是不是？我觉得天师受的伤比较严重吧，不是我吧？娃
耍你妈一哪击败弟弟，还扯到我这边来。我没有扯到你啊，是你自己暴气的哎、欸，我们都没有说是谁。只是我怀疑你就生气，明显在针对我。我没有针对你、啊，我也在针对狗飞，为什么要针对你？我们一点就是没有针对你的意思。哎、欸，他上他现在是银牌，然后近期对战，我看一下。你知道我第一次玩这一只吗？哎、欸，他是他刚要在这种时候第一次还是怎样？啊，猫猫，你有没有玩？没有，我现在报告还写一页半。他上场，我一直卡在这里。啊、你要写什么报告？现在实习报告啊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你已经开学了、哦，要不然为什么有报告要写？等一下，他会不会？没有，因为我们那个这是我们暑假实习啊，然后暑假实习就要写实习报告。哦哦。QQ。你快点用 W， 小心点啊，他不，快点用 W 治疗我。哇、哦，这个太帅了！快使用 W 救我！哦，神啊！爷爷要走，我们下去下面约会。哇，这个，他们现在整个就是排分，然后就不太想要理我们。打 QQ， 那、啊、有没有人在打波？打波最刺激了。没有，没在打波。大陆刚补过来，刚打野，他不用扛。他们应该想要打分吧？不是。这个还是不要在他们面打积分的时候吵。对啊。那我们下去下面吵。然、啊、后我真的觉得你重屋可以第一件装作，你是完全不知道重屋。我们绝对需要带一线。所以他上一场才送七颗头而已啊，他才17师啊，不太正常。是，啊、算了，随便啊。他上一场才17师而已。上位不会拿马扎达也出来。哎、欸，刚普会玩哦，这里是这个飞是那么烂，选我的脚真的是。上路还 OK 吗？上路应该没有，有长手优势。我三等去跟一波好了，只是跟的效益不会太大，因为我只有沉默，还有虫子，还有双臂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上山啊！没虫子，没效益啊！没沉默，没效益啊！没沉默，更沉没效益啊！中路有危机啊！我知道，我在赶河道。后面这！啊！救命啊！我不行啊！我刚没招啊，丢完招啦、啊！哎呀，啊，你不够，冰鸟，我不用冰鸟，因为飞冰鸟打飞是会 GG 吗？不会啊，欸、我们不要相信那个钢普哦，不要相信那个钢普哦，你会死得很惨哦。他被开哥讲成这样子了，可是他刚上一场只有送七颗啊，我刚刚不是重点是他被抓我去控制对面 AD， 他不知道在干嘛。直接卖你啊！干嘛理你？卖你啊！对啊，没错，我没有查错名字，他上一场送九颗头而已。要去上路，结果被中路拦截。这一波，让上路不需要等很久。
哎，我这个撒泼当然很清楚，我不仅不能嘲讽对面，我还只能用 Q 跟 W 来保护他，不要让他死。你干嘛保护他？他到时候真的要送你，你也挡不了，你保护他干嘛？没有必要太过分的去保护他，保护到连自己都死了，神经病，好不好？我这个口误说话，对，神经病当我没说。我是觉得说你没有必要去照顾一个一开始就不太想。不如赶快，你甚至可以干脆抢他兵算了。可是我怕他抢他兵，他要不爽，他真的就送起来。然后他讲说不要急，他比较让你急，没有摸。OA， 所以你会不能变壳，变壳不到。找一下有没有眼？没有。没有魔打野啊，好烦哦！我短时间应该是能帮上路，有那个短。夜曲啊，夜曲！喂，你弹着小棒的夜曲。不好意思，我听到夜曲我就会想来帮我一次。你六等的时候来帮我一次。我知道我被反野了，杀吗？需要我去支援吗？还是下路过好就好？好像杀不到，跑来反我野。好，我赶快上六，上路小心一点、啊。哇、哦！对面会不会玩啊？你比他高段呢、欸。通常那种康特脚是打出对面高端呐、啊。是啊，有几个。靠！夜曲又来了，打他、啊！妈的！七爷凯瑞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他跑走，他跑走。别说了，我够凯瑞了。还有啊，还有啊，对，之前一阵子是不是？看，开始，他怎么溜了？我也很勤奋在刷野啊，他到底速度比我快？啊，他有拿到，没有，他有拿到助攻，等一下那精英应该差不多，他刷野刷的比我快。Our will is alive.挡一下兵线，给雷兹有 R 吗？没有，你直接压他没关系。那我去挡一下兵线，挡。别说太早、哦。你没有蓝啊，先不。OK， 你要蓝吗？我还可以过火。你要蓝吗？还是我拿的币呢？你先不要打蓝啊，先给我。好，给你啊！我现在怕我的虫会死掉啊。你要现在拿吗？还是你等一下再拿？这边没眼吗？那糟哈！找机会我直接闪拿了。好，闪啊！我看距离没算好，等他还是被喷了。没算好，开始。也许那个闪啊，我就不多说。哈哈哈！GG闪啊！我马扎。很好在闪啊，是想说自飞是要你要闪啊，不然他直接一个翻就走，直接一个闪走。
不会从那钢骨好像好好的在之类的。因为我一直在保他、啊。你干嘛保他？你知道吗 ？QW 一直保。可是他真的要死，他真的是可以去死。他要死很简单啊，一直走往前塔走就好了。再白痴，你会拿到什么的？看，看，看，我都没有变到东西。还好是对面上路拿到头。进取到底几颗了？两颗，差三个助攻啊。飞丝哦，哦，我控 W 就是为了控这个时刻。下路会有这头拿吗、欸？不会，对，你自己看对面左塔，尤其是那个钢普、啊，他发育的比我好，而且他又有盾。我是说，去 gank 下路会不会有头拿呢？不会，我认为不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杀到人。对，是我说不会啊。我还说是我有没有头可以拿？那我开始。马扎打野的缺点就在这。烦呢，他是马宝哎。耶、yeah, ，啾啾。对，为什么第一发好像射到外面去？我刚刚那 gank 的时候。可是第一发射到外面去，哎呀！看他现在对面装够，他做好多事啊，我都没做事啊，惨了！我知道要做什么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大资源，这个大资源站。这个大自然站！我刚才一度怀疑要不要用。钢普很认真，还好对面是新手啊。本来出冰杖，还是出黑书好了。黑书什么？青云靴。然后出黑书。然后我觉得叶许一直在做事啊，我都没做事啊。他在下一次 gank 我直接带掉地龙。我来 gank。哎，飞！没大，可以保中。现在只要我方黑帝还在，目前好好的，所以我。会不会怎么他现在可以一个没？觉得太恐怖。天师红给我，我要回血。好 ，OK。自取，我不知道我从右被拿走。我去上个路 gank 了，觉得上路的希望很大。给他来，给我！现在一秒回十滴喊，好爽！夜曲来了，死了！耶、yeah.。干嘛去保他嘞？我没有去保他，我你直接被干。对，我是直接被干。欸、我跟你会被拆哦。怎么样？为什么他要上问号？因为他被 gank 了，所以上问号。他自己讲那种屁话，然后说还有选这种角色的，不然开始怪队友。
好像得直接放招哎，每次闪拿。有沉默的。夜曲真的好烦哦。我想直接逼掉他哎、欸！我不想听他讲任何话。他说什么？他没有讲任何话啊！他等一下就一定来追我了。我知道了。对，你可以多来上路啊！他都推跑下啊！他又来了。啊！惨了惨了！真的没多事啊。哎 ，Jumbo， 你可以多来上路啊，不然，因为我上路被他 counter 啊。我知道他可以一直推兵啊，你就推不到他。中路线又要顾，我先顾一下中路线。他好像推的速度，哎，守他塔。嗯。我直接去上路，我的 R 还有三十。29他有眨眼吗？有吧，你走后面来。走后面啊。现在是刚补哎，现在要去支援他吗？要。现在就讲那种屁话。然后下路选刀，来抢队友脚，很明显的抢队友脚。来了，压他。没有啊，我刚讲啊，有。推塔，推饭怎么这么烦啊？走，可以打他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对，快好后。六，有飞丝了，小心鱼。Nice， 这个啊，哇，你有一个神之远啊，这个、啊。当我上路，下路帝王玩甲也就死了，可是下线疯了，夸张。下跟中疯了，上跟啊中国没做事，然后上是稳，上是逆的。现在我就想说，我要怎么去带龙跟带塔，张火还是张不稳？肯定。我也受不了了。不会，这个后期我们稳赢啊！明天。干我，干我！守塔塔被拿走，哎，没有吧？没有，一开始就被拿走。中路范没有反击，还是菲欧拉大哥可以来帮。这边呐、啊，这边有针眼。哎，刚刚我拆掉了。对，这边我会找到有眼射眼，射手就插眼。抓饭！我没技能抓，我没技能抓。没有啊！带龙。Help me！ 夜曲。没差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没差直接打。需要有人扛啊！我靠，我的盾，在大后桥，我们不在。我跟你讲，给奎恩飞，我们也不用打，直接上那个飞丝啊！那飞丝没有看到我们的眼啊！干，我犯了一个错误，对我的头，虫子真强！干虫我爱超级爱虫啊！虫子超强，虫子可以跟洗脑，可以莫名其妙让你拿到。哎，他在呛你，老实说。啊，你说那钢火？刚刚我们不配啊，我已经早就废掉他了。他说这局差距66。开始讲干话，谁想到？哎，菲欧拉大哥，你那里有麻烦？我再过去。你不是没大？没
大还是有伤害啊。好难。没了伤害就跟你讲，给你视野，给你视野。然后啊，老神眼啊，这个老师。嘿嘿，杀了跑到我可以带。飞斯在，那飞斯没有很会让心让心。哎呦，夜曲夜曲，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。哎，给你演给你演，狂。哇，上。看我该有仇哎、欸！抱歉，因为视野看不到，我不知道你被上的时候血量，没想到是瞬间死。没有啊，上被上的时候打灯就好了，可是有时候其实来不及。不是，他是被上直接死。就关键性大学啊！哎、欸，我分享经历，分享经历。OK， 算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，钢斧真的可能会没送、啊。哎、欸，讲完话就闭嘴，讲完话就飞机掉他的感觉真是爽，也没有很爽，就只是一个讲完话我就安静，我就不想听他讲话，讲完就。奎恩很脆，天使你直接定他来洗浴叫奎恩。菲欧拉，你要上 AD 吗？我可以，我有大，可是你要多好 ？OK， 第一次走被对面吃一次，是的。那怎么办？你大不要开在飞机上啊，飞机太活泼。好的。还有方。站住！站住！站！打夜曲很痛，超痛。190，哎，我99的防御、欸，哎。我99的防御、欸，哎。你可以到中路塔吗？好痛、哦！天啊，这伤害！啊，管棍死！这是飞！啊，这直接蒸发掉哎！看我这是什么伤害啊？还有包含那个吧，那个虚空，不是虚空，是什么？我先生产了，虚空的。吉野稳住啊！我是第一次玩这一师哈。为什么你不拿你的冰鸟出来？这一师被汤和不汤，这一师汤和冰鸟吗？还好，普通普通，只是想玩玩看这一师。还好，这些脚啊，这个。我就不相信你本身会练习，很痛很痛，他真的很痛。我洗一下账户。我们要死了。在，三角啊！他那边九个人出来我就死了，绝对反转死那种。然后呢，还有个问题，我开 R 之后被那个
个奎恩上智莽，我会断塔哎、欸！我第一次知道哎、欸。干，他们要去吃霸王，他们要去吃霸王，他们去吃霸王。少一个还能吃哦。杀了。我看到到风哦，还好是风哦，不是我。哦，还好是你。他好像不用交啊。屁啊！我被上翅膀是。靠，在这时候没能量，那你就要学会掌控能量了，快点，那来装备我。我也想，可是没补。对啊，的确这局差异也没错，可是我反正不太可能拿这支来打装备了，太久没有打，而且这一局太马扎太适合走线上。你要上吗？要上我就打。可以，可以上。太嘲讽你们哎！哎，撤了撤了撤了！可以起来中哦。我去洗虾兵。你们要吗？不用。所以我下一件装要上什么会比较好？你要吗？你要。我要上攻击。好吧，当普看起来不算是不想玩你啊。所以我到底要上什么？钢普算很强。所以我要上什么？这是重点。八次变火狼。所以我要上什么？这是重点。你们都没人。坦，我不可能上坦啊！我上坦会有点饥饿啊。我顶多上班、啊。对面是魔攻多还是巫毒？你看没？巫攻魔攻巫攻魔坦克。哎、欸，他们吃八龙。上了上了，来不及了。他视野还不很好，在这里。哦，眼睛可以点。那个饭为什么在我们野区？不想打上路先夜去啊！哇，都没有人。后面有人不要。天使哥有大吗？不要离开。要就先打夜曲哦。我出个魔棒就回来。小心，钢骨被上了。他大就这样开了，现在被骗掉。默契。对，哇，全部没关系啊，可以打夜曲啊。我对夜曲放虚弱，他会很痛。成功了，杀死人了。好啦 ，OK， 这样换 OK。不然再下路啊，下路都和我来啊，你们推中就。推中就好，等等我附魔去对付。敢完全都杀我哎、欸！而且我还开你一个大哎、欸！还好你肥了，不然的话我们刚这场会战应该打不赢。
不是，刚才我还浪费一个，我去开大，然后对面有个白痴帮我中断。所以，但是刚补到底想不想？我不知道，上塔要先推掉，上塔先推掉。看起来不是想输的那种啊。Our will's alive.哎、欸，我睁眼插这里插那么久都没有人要拆，好屌！我要再插一只睁眼，受不了。按抽水还有80秒。我插，我们家也需要，还是我们需要解决范林。大范林，在，中路，没大。啊干！我的 R 自己断掉。哦，这个奎恩，你四面都切到了，这应该是秒速。小心，没招啊！操，大小啊！冲哎、欸！逃风进塔，哎操 ，AD， 来。刚补起来，刚保重，刚有一个，刚来，他伤害怎么回？我只知道是插睁眼而已啊，对，就被干了。酷，刚补很会玩，敢听他讲干话吗？没有，他都点完全静音，好不？疯狂啊！要不要直接去带啊？你要带的话就带啊！直接走，我要直接过去。可是我要先拉下路去啊之类的，不然他们直接复活。你下次从北方这边过去，你让他们没有，那是我要顾他。看，为什么我的盾破？哎、欸，他真的只大我哎、欸，干！你好杀吧，救人哦！他为什么要闪你？杀死的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他大概就是我刚才没打他吧。沉默，干！你太慢了，没办法。我不带龙啊，带龙有危机，不然你自己去打。你挡飞丝。不会吧？我们现在战绩是平平，那还领先一条风龙，塔输而已，塔输两座，不止两座吧？基岩，行不？干嘛？行不？哎，我要上什么冷却装会比较好？你是哪一只啊？算，我看起来那个装，那个你先把那个炮战出起来吗？不用到后站，你再出蓝盾或那个啊，蓝盾没冷却啊，冰心不一定要冷却啊。不是我冷却大，我传的速度比较快。我跟保证他大开，好没开我先。这是伤害。你要冷却哦，冷却物防就没什么、哦。冰心啊，冰心可以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轮流送啊！团结要团结！别冲！他拿很多伞，有好几座庄，应该进最多。一个要去手上打。
手上。他已经有肥了，还在。还没办法好好输出，就要吃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要针对你了。哇哦，天赐这个连招。双方已经很久了。哦，痛痛！靠，怎么变成我被放？我瞬间没有队友、哦，我靠！我瞬间没有队友、哦，哈放弃啊！拉下电刀，菲欧拉上，给电刀。哦，这个闪现！哇，这超会！哎、欸，范还帮我嘲讽菲斯，哎，好屌！可是下路夜曲在拆哦，我独自。看来是速度好快啊！你刚那 Q 你打小兵，不能得罪到。我干！他没看到吗？怎么可能没有？对对，这靠对对对，靠呀！啊靠！对对，两个应该叠在一起的。全部负责。别呀、啊、别呀、啊，他打生命百分比啊！我也是打生命百分比啊！人家出攻敌装啊！你先出个蓝盾，蓝盾会给你几哦？这个被人割出我几十万。可是我出蓝盾很容易被打死，尤其是 AD。不会啊，就说出蓝盾啊。你出真少。他起来了，船长起飞了，船长起飞了，标出的高，是我们的船，垃圾装备。五天出了这段哦，会不会出这个？你要这个？好赞。我告诉他，那你是在插我们的。让我们不要先打那六环速，六环速，大家要。好。嗯。TP。哎，什么？一波一波一波。哇、哦，这个这个这个。八龙八龙。直接吃八，吃八吃八，这兵我吃就好了。我断了，我断了。哎，这莱卡、啊。等一下，后面后面后面有麻烦的。莱卡吗？后面怎样？夜曲啊！不用管他了，这我就很被秒啊。不用管那只夜曲啊！不用理他，不用理他。对面都死两次啊，就可以直接死了。直接回撤。根本就不哎，天之哥你也出一下虚空之门，搞死他们。我也出虚空门，死掉了。确定吗？还算了，那不要。我是觉得是可以，可是我之前试过啊，伤害不足啊，伤害不足会很尴尬。现在怎么办？中推一四十一的话，不行，我们分我们就会被夜曲打死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得抱团啊！我跟菲欧拉，夜曲就会赢了。先跟你讲，夜曲跟发达。马尔你就马给夜曲啊，我马挡夜曲吗？对，你就打夜曲，他飞过来就打他，你就扣他就好。OK， 哎、欸，大炸弹，来不及炸，而且飞还有大错人干，夜曲跑太远，大错人，夜曲死了，夜曲死了，死没用啊。你一个被抓惨不忍睹哦、欸、你刚刚不该开啊，千万不要贸然
赶出去了，你出号站子了，我觉得没什么用啊。不是啊，会被一波啊，你不要再想出手啊。许公我没有太烦他们，只是维持兵线会维持在这里就是。应该会变一波哦。哎、欸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时间够，时间够。也行。还有什么被杀一路啊？好好打个团啊，拜托。贪婪呢？来盯他，盯他，盯他！现在抓到他都很抓不及。没有啊，他不可能直接在那边开大。过来了。我要把他号战卖掉。你先把身份，你先把那个你要出蓝盾嘛？对，还是冰心？蓝盾把蓝盾上吧。冰心不可能上啊！我又没有魔法，我又没有魔能。你这是 Q 是被改短了，我一直觉得好短呢、喔。哎呀，很长。啊！你们被嘴听不懂啊！现在重点是，虽然说费欧拉的切身上风，但很长，很痛啊。这个伤感觉凶多吉少，没有射手脚。三小啊，你可以讲一下话吗？突然间麦怪怪，喇叭怪怪。抓可怜，抓可怜！我刚刚在钢普开牙的时候，声音超大声啊，麦克风仿佛大声。啊，他们到底要干嘛、啊？你们到底要打手还打工？两个人去打，我打手好了。看、啊、我会被他断啊！不能开飞机啊，不然对。现在最痛的是饭啊，饭钱就没。先打，先解决饭啊，先解决饭啊，不要一挑三。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？这个，有一半原因也是因为。A D 吧，会玩归会玩啊，应该讲那种东西。那我干嘛拿出去？还要跑啊？
啊，刚才赢了上分，现在又掉分。不要再有人说要送头，说还练脚啊，大哥。真送头。不战有善啊，可以抗检举啊，这个还是检举一下。说话太受不了，一开始讲那种屁话，妈讲屁话。对啊，我是新住人，来打吗，伙计？走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那么各位再见。